好，中间中间，这边，好，这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思清，我是尔晴。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个比较胖的尔晴？看到了。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不会想吐，倒不会了，就会觉得如果自己吃多了，可能就会那个样子，所以要控制饮食，健康生活。哎，曼姐刚才说，就是你那个脚是比较断骂嘛，是不是你帮他懂了一下？也不知道哎。因为其实我们不是有个组合吗，叫尔等纯属闲，所以都是属于复仇者联盟里面一派的。我们有个群，那我们几个人都在那个群里面是有一个队的，所以不管谁被挨骂，那个队长啊副队长都会冲出来帮大家挡一挡。有没有骂过？那你是队长还是？我是秘书长。其实网络上应该有很多观众，比方说他们斗斗嘴呀、还有那些调侃呀、还有那种发泄一下对尔晴这个角色的恨，但生活中我真的觉得还蛮感恩的。没有。对，感恩你们。那你觉得戏里面最坏是谁？尔晴吧。我自己看戏的时候，我有时候生气，我还会做出一些很激动的反应。